好啊，哎，来吧。哦，好，来，哎哎，哦哦，哎哎哎，哎呦，好啊，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好，来，哎哎哎哎，高尔，高尔啊，高尔，哎，我看你呀、啊，打不过他们，你就赶快求饶吧。哎哎。吴教授，那你也来参战吧。好，咱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好好，加油加油。行行，好，我求饶。哎，我投降，我投降。请进，是王大妈。哈，程先生，哎，衣裳熨得了。哎呀，谢谢。哎呦，得得得，我给您送到屋里去啊。谢谢了。程先生，哎，床头上拿。好，谢谢。哎，这脏衣服我拿走了。哎呀，王大妈。啊。来，您喝杯咖啡吧。哎呦，不急不急，这东西啊，苦了吧唧的，我可喝不了。您尝尝嘛。不不不。这衣服是不是也得？大妈，这件不行啊！哦，给您添麻烦了。嗨，不就洗几件衣裳吗？有什么麻烦的呀？由赵艳霞扮演。哟，刚邮来的呀？这是年前同学寄来的圣诞卡。哦，真好看。劳驾，同志。请您递给我那本《简明英汉词典》，劳驾。我够不着，帮忙拿一下。这本。对。谢谢。你是学生？不，我是棉纺厂的。哦，你们也学英语？厂里办的夜校。学得怎么样？不行，才学半年。不过我挺有兴趣的。您是老师？不。我是科学院的。哦，这本词典很不错，初学者很适用。是吗？那我就买一本。哎，哎，从这儿找您钱，同志。买了吗？啊，买了。对不起，请问哪儿有旧书店啊？旧书店，那得到琉璃厂。从这儿啊，往西再往南，到了前门再往西，到了和平门呢再往南就到了。你没去过？不太熟悉。那我带你去吧，反正我正要去那儿看看。啊、哦，太谢谢了。甭谢。你手不冷吗？不冷，怎么了？没什么。你骑的什么车？我怎么没见过 ？Rallying。Rallying， 这是英国凤头车，很有名的。啊，干嘛骑外国车？我回国还不到一年呢，这是带回来的。啊、你从国外回来？是的。哪个国家？美国。美国？嗯，怎么了？嗯，没什么。好了，我打着往东去了，您往西再往北，这下认识了吧？认识了，好，谢谢那我走了，不谢。哎，你学外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可以帮助你。真的？嗯，那感情好。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你给我打电话吧。好吧。哎。啊，谢谢。再见了。再见，我走了。哎，
同志，您这车卖不卖？同志，您这车买我吗？里面谈吧。多少钱？哎，同志，来，商量。同志，多少钱？您出个价。里面谈。出个价，您买我吗？我先说。您上，哎，去。我先说的。我要一个孙悟空。哎，一家人真逗哎。天安门 square。Peking。It's the capital of China. Peking is the capital of China. 要记住 China 这个词第一个字母 C 一定要大写，小写就变成瓷器的意思了，记住了吗？知道了。Monument. The monument of the people's heroesMonument. Heroes. Heroes. 耿老师，你们留学生是不是有不回国的？当然，很多。为什么？各种原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社会背景，还不是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不是？当然。不过，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也说不太清楚。哎，雪晴，这个送给你。我不要，我这手套挺好，我们都戴这个。还是留给您爱人吧。我还没有你说的爱人。反正我不要，我要会自己买。那好吧。耿老师，您的 Riding 车呢？我卖了。卖了？我想改变，彻底改变自己。去改造？对，改造。改造用不到这样啊，您可真逗。我最喜欢桃花，你呢？水仙花。我最喜欢白杨树，你呢？榕树。榕树。对，你见了也会喜欢。我们老家特别多，大极了，根连着根。你们老家还有人吗？原来奶奶一直在那儿，现在已经没有人了。可惜那时候没有条件照相，要不然你可以看见我小时候的样子。什么呀？可爱极了。别动。别动啊。哎，小王，快点啊，到隔壁了，快点，真漂亮，真好看，还开花了。你们小晴怎么了？我们厂子的人来了。那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你不懂，快走开！哦，你出来，我躲着。哎，这怎么能行呢？哎，你别，你快出来呀！快！谢晴，谢晴，您来了，你们都来了。哟，这是谁呀？你不给介绍介绍？别胡说，这是教我英文的耿老师。英文老师。你们好。哎，我给你们照张相吧。好了。来，在这儿坐着。哎，别喊，准备照了。给，阿张。哎呦，老耿，是老耿来了。这是薛晴。这是我的同乡，当大技术员。老师。
老张，老张，这是我的夫人林大大夫。林大姐，您好。请、啊、你好。哎呀，都快进去吧啊！对对对，小张上咖啡啊。好好好，大姐，我来帮你搬。哎呀，算了，大了，没事了。咱们一块儿，我在家净干活。一块儿搬。小姑娘，什么时候搬完，什么时候喝咖啡。好好，来给我来。那么。激光化学蒸汽沉积，也就是 CVD， 作为一种半导体材料，制备的工艺过程已经在美国、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里受到了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实验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这方面呢也有过不少报道。我认为激光化学蒸汽沉积是一种前途十分可观的新技术，可以预见它在应用方面也是很乐观的。大家都知道，目前电子计算机已经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集成电路阶段，这就为 CVD 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下面我就有些同志提出的问题。还请您多提意见。哦，你说的很好。非常有钱，找谁？好，咱们找个时间再聊聊。那就再见了，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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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你怎么来了？林肯可是很受美国人敬重的一位总统，他主张解放黑奴，领导了美国南北战争。可惜后来被南方种植园主暗杀了。怎么杀的？凶手躲在剧院的包厢里朝他开了枪，打中了他头部。你知道的真多。这是埃菲尔铁塔，去年回国经过巴黎，我照了这些照片。这是罗浮宫 Rolf Palace， 法国的皇宫，现在是博物馆，里面珍藏了许多世界名画，可金碧辉煌了。是吗？哎呦，咖啡。哎，知道吗？蒙娜丽莎，达芬奇的名画就挂在罗浮宫里，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可是我觉得她并不特别漂亮，她没有眉毛，严凤英演的七仙女比她漂亮多了。看来你呀、啊、真是个小傻瓜，这怎么能相比呢？蒙娜丽莎和严凤英，太有意思了。好了，来，请吧。哟，怎么？怎么了？哎呦，生气了？对不起，我可是一点没有笑话你的意思啊。嗯，哟，是没有眉毛，嗯，不好看。这是谁呀？嗯，啊，哎呦，真糟糕！怎么让你找到了这张照片？这是我留学时的同学，美国姑娘，她曾经追求过我。真的？啊，我可没跟她好啊。来吧，请。她叫朱莉，热情的像火一样，总是喜欢与众不同，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天晓得他怎么会对我发生了兴趣。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吧。他很真诚，后来知道我不能跟他好，还大哭了一场。干嘛不跟他好呢？怎么说呢，我一直想回来的。我一直想找，想找一个，我始终觉得外国姑娘对我不合适，真的不合适，不合适。这样，我使不惯这个，有筷子吗？这儿哪有筷子呀？
菜齐了。啊，谢谢。谢谢。这样，别着急。嗯。要这样。嗯，慢慢的，切小块。对。再来一点。嗯，一股奶油味儿，我享不了这福。好吧，算了，不要了。哎，那多可惜呀、啊！这么贵的东西，资产阶级。好。哎，你，无产阶级了吧？兄，你真罗曼蒂克，怎么，我太老了？这不是罗曼蒂克，是天意。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一个像他这样的，单纯、朴实、工人血统。将来要生两个孩子，一个学工，一个学农。Crazy， 不切实际。神经兮兮。来一本。哦，好。打借条啊。哎，忘不了。哎，老耿，老耿啊，你把这个表填一下，尤其这几项你要填得仔细点啊。哎呀，我都填了三次了。再填一次嘛，下礼拜一交给我啊。哎，哎，嗯，又要填，我都记不清了。留个底稿嘛，我们人人都是这样的，省得以后找麻烦。怎么，以后还要填呢？那当然。嗯，哎，给。你知道吗？社教运动就要全面铺开了，有些单位已经开始试点，很可能要人人过关呢。人人过关啊？过什么关？社会主义关吗？你连这都不知道？太妙了！我早就想参加一次运动了。这蓝颜色有多妙？是不错。嗯，这算一张。王大妈，耿先生，吴教授在家吗？在，请进来吧。哎，谢谢。吴教授，哎哎哎，耿老，来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吴教授你好，好，嚯，还在忙画展呢？是啊，还有一个多星期了，时间太紧张。耿先生，哎，您喝茶。谢谢你，王大妈，有事吗？吴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第一次到女朋友家去，应该带点什么礼物？哦，这可是个值得研究的事啊！啊，恭喜恭喜，这回可喝上你的喜酒了。哦，还早呢。北京人讲究送两盒点心，两盒点心，哎，还有买两瓶好酒。嗯，五粮液、双沟大曲都算是上等酒了。啊，你未来的老丈人看见了，一定非常高兴啊！啊，有意思了。我现在就去买。好，不打搅了，再见。哎，耿耳，来来来来，你要的画册已经给你找到了。哦，太感谢了，真漂亮。毕卡索。嗯，毕卡索，格尔尼卡，太好了。你看这有多壮观啊。嗯，真是奇才。你见过有这样表现战争的吗？嗯。徐大妈，你们家来客了。啊，哎，到屋坐会儿。
会儿啊？过去了。你收下吧。哎呀，都是自己人，他们家姑爷。哎，吃什么？哎，沏茶呀。哎，来了来了啊。哎，小伙子，到这儿啊，就等于到家里一样，别客气啊。哎呀，哎，那个碗你涮了没有啊？我都煮过了。哦，耿先生，您喝茶。哎，谢谢，您就叫我耿耳吧。烟卷呢？烟啊，那请爸，人家不抽烟。是啊，嗨，哪有大老爷们不抽烟卷的？来来来，抽这个，抽这个，不抽。还有那个推秤，没关系，我会一点。把那把掐了。来啊，嗯。哎呀，你瞧这老头子，人家不会，真是有劲儿。哎呦，爸，哎，没关系，没关系。你瞧瞧，真是的。哎，你别抽了。没事没事。大哥，大哥在家了吗？哎呀，哟，二叔来了，晴儿、啊、在呢，爸。哎，嫂子，来进来，老梅来了，快惦记您的。哎，你今儿赶巧了，吃包饺子。我有口福啊。哟，有客人呐，二叔，哎，耿先生，留过洋，见过大世面，人家呀、啊、是科学院的，哦哦，是我们小青儿的朋友，哦哦，帮助小青儿学点文化，好啊，那好，耿先生，坐坐坐坐，您坐您的，别客气，您请您请，别客气，人不错，实在，哎，这位冯二爷可不是外人呐，我们老哥俩自打16岁一块儿。就在永定门车站扛大个儿，您喝。那会儿，干一天活才挣2.5斤杂货面，想吃顿白面饺子那可不易呀、啊。真快啊，这一晃都40年了啊。嗨，帮我醒面。哎，我说，弟妹的身子骨还硬朗啊。哎，凑凑合合吧，这人老了，脾气也怪了。这不，今儿又给我翻架，非要上大石栏买白面去。啊，对了，我那二丫头不是要结婚吗？可大礼拜天的，这不得急死人呢？这晚一天都不成。嗯，来来来来，划划划，好好，来来划两圈。到啊，到妈，娘啊，好啊，宝仪，对呀，六岁生，六六。哎，你看见没有？这就他输了，他输了。这我输了。他说：“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二叔您来了。哎哎，好，回来了。叫耿大哥。哎，耿大哥，这是小弟吧？哎，一块吃吧。哎，你们先吃吧。个子长得好高啊！来，二叔，您请一块喝，您请您请。
坐这儿。哎，坐吧，刚开锅了，快来买啊！三两包，刚出锅的锅包，来一碗汤。在楼上。放心。别看烤鸭店那么多人，差不多都是外地人。老北京冬天呐，最讲究吃的是涮羊肉。我可不喜欢吃羊肉，有一股味道。一点儿不膻，待会儿一尝你就知道了。坐这儿吧。关那儿。好的。你吃啊。蘸点佐料。膻吗？嗯，不膻。不吃涮羊肉，你算是在北京白住了。这是我爸爸说的。姑娘，你这话呀，可算说对喽。这是您的酒。啊，谢谢。这是您的账单。哎，说好了，今天我请客。谢谢，我刚发了加班费，你尝尝，这是竹叶青，有点苦，还带有中药香味儿。我爸爸说吃涮羊肉配这酒啊，最美不过了。你尝尝看。嗯，是很特别。没骗你吧，二成啊，什么都没准备呢。我的家具啊，都是现成的，还准备什么呀？可总得置办些东西，我妈说了，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里外三新的被子，少说呢也得要三四床，还有四季的衣服。这么复杂？人家都是这样的。我们家条件差，可也不能让亲戚朋友们笑话。再说，我也不愿意什么都靠你。规矩真多。这要在美国呀，随便多了。又不是在美国。Sorry， 亲爱的。你不是正在写你的 CVD 论文吗？嗯。再晚些时候，不正好两全其美？那就到桃花再开的时候。嗯，怎么也等到五一呀、啊。五一，国际劳动节。嗯。太好了。哎，还要等五个月，太可怕了。喂，哦，对不起，请您找他一下啊，麻烦您，请他接一下电话吧。什么？厂里特别忙，事特别多，下了班还得学习开会，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赞成的，可这种搞法我不太理解，所里的工作都暂停了。小青，我明天要走了。干嘛去？不知道，说是集中学习，办学习班。学习班？是啊。怎么了？没什么。那咱们俩的事儿还是等运动后期再说吧。大家都这么劝我，
干嘛要等到后期呢？我两个星期就回来了，再商量一下好吗？你知道我现在多么想能和你在一起呀、啊。的事情到底还有没有没有向组织交代清楚的？什么？这些你听谁说的？我还有什么没说清楚啊？天哪，你到底听到什么了？没什么，就是支部书记他要慎重考虑，他说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他招待了好几次，我心里小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清白的，你听见了吗？啊！王大妈，您上哪儿去啊？我回老家去。您不在吴教授家了？他们靠边，靠边，靠边，靠边。吴教授家怎么了？轰走了。哭了，大家伙儿也是为你好。哎，人倒是老实巴交的，可咱不知道什么底细呀、啊。我们家可是苦出身。再说了，不就你一个姑娘了吗？行了，叨叨，你还有完没完？等一下，来了。
是小弟啊，来进来。我姐说把这个还给你。哎，小弟你。哎。怎么还不开饭？吃完了好回家。这面条什么好吃的？晚上回家吃饺子。我他妈上全聚德吃烤鸭。哎，您请客呀，我也去。走啊，咱们一块儿去。耿先生，得就来了啊！哎呦，老总，谢谢。哎，您这胃口还不错，我现在越来越能吃了。再来半斤？不，够了够了。俩火烧。行了，老总，您儿子怎么样？哎呀，我这月月还得给他寄钱去，在那儿啊，干一天活才挣二分钱呢。是吗？啊，哎，我倒没什么，反正孩子也是个锻炼呗。就是他妈哪儿一丝儿不放心。同志，哦，来了您的。耿先生。您慢慢吃啊，没事就多坐会儿。哎，好，谢谢啊。哎，听说了没有？美国交响乐团要来北京演出？真的？不可能！谁骗你啊？
我姐夫就是乐团的，还要演奏贝多芬呢。到时候给咱们弄张票，两分过了啊！哎，小王，快来看呐，他们比赛没完呢。你瞧老王那煤油炉那么大，准费油。那不见得。五秒。啊，这煤油炉啊，都应该是。十秒。十五秒。二十秒。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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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数据输了还跟吵，看我告诉爸去。谁赖皮谁外皮了，你根本就没看见吗？婷婷，算了，小红到姨妈这儿来。哎呀呀，你看看哪儿搞得满脸的土啊。嗯，跟姐姐生气了。哎呀，来，小脸快成小花猫了。来吃糖。哎，我的也是个女儿，叫小秀。啊，和小红同岁。对了，我这儿有照片。给我看。哎，给拜拜。哟，你看小妹妹长得多好看呢。啊，姨妈，这张照片怎么剪坏了？我看看。这是孩子两岁的时候照的，抄家以后就剩下这张了。小红快来呀。哎哎，小心别摔了。哦，明天你想到哪儿看看？其实玩不玩也无所谓，要是你没有时间不出去也行啊。有几个地方还是值得看看的，像故宫、颐和园、天安门，你说先去哪儿？你说吧。咱们走吧。好。你累了吧？嗯。不，我不累。咱们吃点东西就去颐和园，然后……颐和园下次再去吧，让你陪我走了这么多路，真不好意思。没关系，我真的不累。以前我跟小晴出去常常是……咱们明天去哪儿？哪儿都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来肯定的了。这肉太老了。这就不错了，桂林就没有像样的西餐馆。我也种倒是有一家，可是现在不许用刀叉，只好用筷子。是吗？这倒挺有意思，那就整块的吃。我们老家请客，肉啊是切成方块的，啊，这么大一块，客人一次要吃四块，少一块也不行，叫做四四如意，事事如意。再吃一块。给。哟，不行不行，都到这儿了。是，喝咖啡吗？这儿的咖啡还不错。你愿意喝我就陪你喝一杯。哎，同志，再来两杯咖啡。好的。哟，这么贵啊，下次别在外边吃了。难得的，没关系。要是冬天来啊，我们就可以吃涮羊肉。老北京最讲究的。你的咖啡。谢谢。不客气。小晴说不吃涮羊肉就算在北京白住，她还说这是……对不起，我又提到她了。你说吧，我愿意听。小晴一定很漂亮吧？别跑别跑。她……你慢点。她是另一种美。多遗憾呢，要是晚几个月你们不就结婚了？也罢，结了婚说不定也得分开，那也没机会认识你了。我哪能跟他比呀，他多纯洁幸运。奶奶，我要吃糖。好，给你。不知道小秀现在在干什么？她不是在外婆家吗？可是第一次离开我也会闹的。跟着外婆还是应该放心的。老耿，我不怕你笑话，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有时候我真觉着活着没有意思。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说小秀他爸爸，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也有点怕他。他很耿直，不留情面。不过就是自尊心太强，太脆弱了。他倒是解脱了，可就是苦了小秀。不，这不能全怪他，他没有什么责任。哎，让让让一让，请让一下。不是下车吗？哎呀，你们上车解光了，好挤呀！别打了，有没有下车的？下车的我快走啊！有的，麻烦你不要急，不要急，我快走。打开作业票，哎，老蒋，这是你的票吗？你快坐。哎，不，你坐，你坐，还是你坐吧。哎哎哎哎，这个人。打开作业票啊！没关系，我不累。好嘞，不会了。这屋里乱七八糟的，比表姐那可宽敞多了。哎，你坐。啊。水也没有了，还有点咖啡，你喜欢喝吗？啊，那就喝点吧。我记住。嗯。到处都是灰。我来帮你。哎，我来，你坐吧。给我吧，哦，你到屋里坐。嗯。那间屋子就更乱了，真不好意思。老耿啊，这么好的家具，当初怎么没从美国多带几件回来？哎呀，带这点儿我已经后悔了，现在简直成了我的思想负担。这是冰箱吧？啊，这么大的冰箱，一定很费电吧？我早不用了，当成储藏行了。啊，你看，什么也没储备，一会儿吃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啊，有挂面吗？面粉也行啊，我会做。怪累的，我去买点现成的。嗯。哎，帮我看着咖啡。啊。要什么？飞马的一包。啊，要什么？要半斤牛肉。同志，还有牛肉吗？没有了。那什么时候有啊？今儿没了，明儿早点来吧。把脚擦干净了再进来。小金，我在这儿呢。刚才播送的是，哎呀，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奏的意大利作曲家里斯比金的罗马奏鸣之一，不累，儿童松树。谢谢。下面请听月光松树。吃饭吧。哎，你的手。洗过了，指甲也不剪。我忘了，指甲刀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我那儿有。我现在可随便了。你留着用吧。谢谢，坐吧。哎，刚回国的时候，有两件事儿我特别看不惯，现在啊。都习以为常了。哪两件？第一件是随地吐痰，嗯，第二件是学会了国骂。什么？他妈的！你别笑，这是真的。你可真有意思。爸爸再讲，爸爸再讲。啊，讲讲讲。哎，红红，别闹了。
大姨妈都睡觉了。是啊。小金，给我吧。上了干校以后，都学会自己缝了。你们男人哪会呀？哟，来了。李主任，张大嫂，请进。哎，老耿啊，我来通知件事儿。你先把户口本拿来吧。哎，好好好。你好，你是外地来的吧？哈，他从桂林来，住在亲戚家。哦，老耿啊，这五一节马上就要到了，上边规定啊，外地来北京的，一律在节前离开北京，住哪都一样啊。好好好，他们亲戚那儿也会传达的。是啊，就这事儿。咱们走吧。哎，不坐会儿了。哎，我们还得上楼上去呢。就是，不送了啊，李主任。哎，好好好好。我该走了，小金，非常对不起，请别介意。没关系，这是经常的。老耿，我这次到北京来认识了你，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满意。可惜时间太短了。是太短了。我希望我们能保持联系，你会给我写信吗？我一定写。那我该走了。对了，这是我的一些情况，简历，组织上要了解的话。哦，我忘了写小秀他爸的单位。来，陆上车。哎，这么多东西。啊，这个给秀秀。好看，那就谢谢了。你回去吧。拿着。钱我可不能要，老耿。你一定要收下，你需要。小金，请原谅我，你千里迢迢来北京见我，可是在你临走的时候，我还没有能够做出决定。这些天我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内疚，说实话，我在这方面是很缺乏自信的。你千万别这样想，老耿，你的慎重只会增加我对你的敬意。北方天气渐渐凉了，想到你在干校与寒风搏斗，心里就不安。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城里呢？五常六愚公回答说，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还有儿子，还有儿子，儿子死了，儿子死了还有孙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好，同学们，下面我们再学几个生字。上帝，上帝，得一地，得一地。哎，耿儿啊，书记让你回去呢。知道了。
盖儿，你不要紧张了。他已经入了美国籍，这回他和他夫人提出来，一定要见见你这个老同学。我看这还是好事嘛，啊！龚先生回国，这次日程安排得很紧。如果你不愿意见他，可以请这位外事处的同志帮助转告啊。这不大合适吧？耿同志，你这位老同学龚正国先生表现不错，特别是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赵副所长，我看一定要见。盖儿，你的意思呢？不，我不见。来来来，请来来来来，公开的请，再干一杯，行吧？好吧。果然不错，名不虚传呐。是，请坐，请坐。高二，坐坐坐。你怎么了？喝了。来来来，请请。啊好。你怎么喝这么少啊？啊，我喝了。不过，要是在北京吃涮羊肉的话，还是喝竹叶青。哦。那酒里头有一股特殊的药香味儿。对对对。比起我们来，你可是老北京了，算不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要一杯来尝尝呢？哦，当然可以了。啊、来，竹叶青。啊，好，来满上。好好，啊，您品尝一下。啊，嗯，好，好，非常好。果然名不虚传啊！是。龚先生，这回回来有什么感受啊？嗯，这次回国感受很深。国内变化太大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让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劳动劳动，我看这个办法就很好啊，可以充分享受阳光，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嘛，有点像美国人到海边去度假呀。是啊，整天在实验室里会憋出病来的，对，还会发胖的。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行，来来算吧算吧，啊，来来来来来算，好好好。哎，到东了。哎，高二，是啊，是啊，我真不明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个王老五啊？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骄傲啊？赵副所长，哦，王主任啊啊，你们可不能让他太忙了啊！哦，不会不会不会，我们都为耿耳的婚事操心呢。耿耳在我们班可是个怪人，有个北国姑娘啊，一直拼命的追他。他就是看不上人家，那可是典型的金发美人啊！哦，对了，耿儿，吉利亚现在还在纽约，他的第二次婚姻又失败了，我看他一定还是爱着你哟。耿儿，你是不是想重温旧梦啊？那样，只好当牛郎织女了。赵老。行，再见了，老同学，明天我要会见部长，有什么需要转告的吗？不，没有。老兄，我的直觉告诉我，你的境遇不太好啊。还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能陪你吃几顿高级馆子，真是莫大的享受啊。好，祝你交好运。哎，再见。嗯，这位老同学还真给我带来了运气。他走了以后，我很快就调回了苏联，而且还被派到柳州出差。我提出请几天假去桂林，竟然也毫无阻拦地批准了。小金，我在这儿呢。小金，老耿，小金，你好吗？好，你辛苦了。小秀呢？在那儿呢。哦，秀秀，小秀，叫耿拜拜。叫我拜拜。叫，叫。耿拜拜，哎，
我来抱吧。还是我来吧，你拿东西。哎呦，这真美！你看，那就是象鼻山。做梦都想来看看桂林的山水，如愿以偿了。晚上妈妈请你吃饭。不，还是我请的。你是客人吗？也好，那咱们明天到哪儿去？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是吗？当然了，你是主人，你应该给我当向导了。我不知道谁当啊。哦。最高的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要道思辟修。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上级指示，本船现有重要任务，重要任务。Well, I've been to China twice, but this man was meaning to be leaving.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you. Oh, yes, nice. Oh, that's it. Look at the village. That's our boat. Oh, so beautiful. It's indeed beautiful. Yes. So we have our dinner on the boat during the trip. 请让一下，让一下。That would be very nice. Hello. Are we going to have some fish dishes? 听说中央文革的首长来接见了，真的。Oh, I'm so lucky today. This way, please. Thank you. I regret not having brought our son here. So, Miss. 让一让，让一让，请进，请。They have never been here. 让一让，让一让。出来，出来，快点，快点。Why did they come out? Why? What's happened? What's happened to them? 请进来。行，为什么已经安排好了 ？Why do they have to leave? Just because of us? Why? 老耿，咱们走吧。他妈的！嗯，你说什么？他妈的！算了，下次再去吧。慢点，慢点，秀秀，来来来，小金，怎么了？不要紧，不要紧，没事吧？没事儿。这儿还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来过，我们到这儿来野餐。班主任小春老师，妈妈，哎，班主任小春老师是个近视眼，我们几个女同学呀、啊、特别淘气，把他的眼镜藏在那个树洞里，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一头的撞到了大树上，撞起了好大一个包。那时候真年轻啊，真好玩。小金，更儿，嫁给我吧。
真是梦一般的世界。这儿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认识我，多自由啊！是啊，耿爸爸，多自由啊！小金的情况我在结婚报告上已经写清楚了，怎么还要去桂林调查？嗨，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咱们所还有一定的保密性，你说能不调查吗？啊，你就说三十的那个小罗吧，找了一个华侨，到现在还没批下来。那就调查好了，反正她丈夫死了好几年了，和那个家庭也没什么关系了。老赵，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哎，老弟，别着急，查一查总是有好处嘛。哎，听说他这个人不错呀。你听谁说的？哎，有人告诉我，据说她人好，长得也蛮漂亮，就是路太远了，总不能长期的两地分居吧？到时候再说吧。我每日每夜都在焦急和思念中度过，每次去催问，他们都说还在进行调查，要我耐心等待。我想让他们调查吧，反正你是清白的，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知道事情不会那么顺利的，再等一等吧。你千万不要着急，急出病来怎么办？连个端汤送水的人都没有。赵副所长，哦，我正要找你呢。有事儿吗？哦，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听他们说百货商店卖上海床单，我想去看一看。哦，是。没关系，先上楼坐会儿，我给你煮咖啡。不了不了不了，这边谈谈吧。哎，刚儿，你的事儿我一直在催。我知道，怎么？这份结婚报告你先拿回去吧。根儿，你可知道班主任今天早上发火了，说什么那么多女人都不找，干嘛非找个在运动中尾随自杀的人的老婆呀？啊，他一个人的事儿还嫌麻烦不够啊？这简直是根儿啊。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小金，我真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给周总理的信转回来了，我听说他住进了医院。我现在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小金，我不是个好男人，我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我再不能让你苦苦的、无望的等下去了，这样太自私了，也太残酷了。亲啊，我爱喝葡萄酒，本来我也不喝的，是我老伴儿爱喝。哎，自从我老伴去世以后，不知怎么我也就喝上了，你说怪不怪？去吃饺子，谢谢你奶奶，就说耿伯伯晚上要到朋友家去啊。耿伯伯再见。再见。同志啊，你给我拿个带喜字的酒来。这是样品，不卖。什么样品就不卖？那不卖你摆那算干什么的？自己走。半斤蛋糕。Yeah.
对不起，请绕一下。谁的钱呀？小林，哎呦，是老耿来了！哎，小张，哎，老耿来了！哎，老耿，你可来了！你要再不来，我又要去打电话了啊！哪能不来呢？每年都在你们家送旧迎新嘛。快进去吧！哎，你看你弄这么一大堆干什么？就是嘛，总是那么客气。过节嘛，啊，走走来。快进去。小红，耿伯伯，哎，送给你一个娃娃。谢谢耿伯伯。耿伯伯，哟，婷婷长这么高了。上中学了吧？啊，好，也送给你一件新年礼物。哟，这么漂亮呢！爸，你看，拿着吧，好好写几篇大批判文章啊。谁像你呀、啊，黑笔杆子。来，坐坐坐。你写的批林批孔文章啊，都印发到我们所了。天晓得，真是鬼使神差。我呀，不过是多翻了几张报纸，居然给宣传组给选中了。他们竟看不出我全是抄的。得得得，家里一套啊，外面又是一套，来来，两面派。来，先生，来坐，来坐吧，老耿，来。这个龚振国真有意思，给我看看。啊，他既然帮助你联系好了，你就该给他个明确的答复啊。我并没有请他为我办出国的事，他是好心，可我办事从来不后悔，让人家笑话。来，喝酒。哦，妈妈，我的蜡烛呢？妈妈，哎，妈妈给放这儿了，你看，是不是啊？啊，来，妈妈给安上啊。妈妈，下雪了。哎呦，下雪了！哦，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好。哎呦，姨妈，是小妹来了，你怎么也不没想到？快进来，哎，快进来，小狗，哎，好。来，把衣服脱了，拿筷子来啊！哎，老耿，来来来，坐小妹来，来把大衣脱了，哎，那快坐着一块吃，快快快，来来来，快点，饿了吧？我知道今天晚上这儿一定热闹，所以无论如何赶来了。好，来来，先喝杯酒，来来，哎哎，酒。小红，来，来，祝你新年快乐，来老耿，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干杯！干杯！干杯！干！干！喝呀，老耿！来，把菜热热，帮爸爸拿一下。来，哎，好，你们先吃着点哈，我先把汤热一下，再给你们炒个菜来。哎呦，不用麻烦了，表姐。嗨，你坐着吧。我想，今晚你一定会在这儿的。你好吗？还好。你呢？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喝点葡萄酒。啊，好。哎，小妹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来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哎，你待会儿问问。哦，下雪了，见人了，等等我，快点啊，快点！哎，拿着筷子当帽子。哎，好好好，给我的好看，来，给帽子戴上啊。好吧，哎，快点，你等等我，我这好，起来，来了，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哎呀，外面好大的雪呀，都白了。为雪兆丰年嘛。哎，那
好出去玩玩。去。哎，看小妹妹啊！哎，来来来，吃吃。好，来吃。桂林就没这么大的雪，我真想出去看看。是吗？阿张啊，那我也该走了。那小妹，那你代劳了，送送老耿，对对对，顺便也看了雪景。那就小妹陪陪吧。啊哎呀，快点快点，好大的雪啊。哎，围上点围巾。你回去吧。这天啊，骑车路上可滑啊，你小心点。没关系没关系。哎，小妹，大衣你不冷啊？不冷。常来呀，老耿啊。好嘞，回去吧。哎，不远送了，再见再见。别送了别送了。真没想到，你简直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真太高兴了。哎，你怎么也不来封信？我好去车站接你。火车误点了，你是接不到的。咱们找小亮亮，好吧。你知道，我还以为你收到我那封信一定会恨我。哎，后来我又写了几封。真的？信呢？我怎么没收到啊？我没寄。我非常矛盾，没想到你这么坚决，这太好了。现在我彻底想通了，我们俩的事儿干嘛非要别人批准？我们这次就结婚吧。耿儿，你听我说，我们不必准备什么了，是不是？你不用顾虑我，我相信形势会好起来的。我要再打报告，还不批准的话，我就要求调到其他单位去工作。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行。哥，哎，小金，怎么了？是不是我刚才说了什么不合适的啊？不是。哎呀，别哭了，我不愿意看见你哭，真的。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结婚了。什么？结婚了？本来想写信告诉你，可我怎么想，一定要当面对你说，你恨我吧，你恨我吧。不能全怪你，都怪我不好，怪我。小金，别哭了，别哭了。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同志，孩子倒都大了，我们根本谈不来。可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挑剔的？我们是刚结的婚，这次是陪他到北京来养病。那他呢？在宾馆。小金，我们今后还可以做个朋友是吗？欢迎你和你的爱人来做客。不，老耿，我不能再见到你，我会受不了的，我一定受不了。